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是我给公司起的名字 ，Lucky and Power。难道不是 Lighter and Princess， 打火机与公主裙啊？或许每个人的生命里，都曾有过这样一个人，在你的世界里，他跟所有人都不同。公主殿下，感情这东西太容易成为一个人的软肋，但是也可以成为最坚实的盔甲。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离李寻远点，但他这样的呢，他不适合你。你妈说的对，我们完全不一样。新年快乐！背叛的人下地狱。所有事情。只有在那最开始的时候，才是他原本的样子。越往后就越偏离。